完了完了，迟到迟到，天天迟到，怎么回事？喂，什么情况啊？不是说九点吗？我在楼下等了两个小时了啊！啊，行了，我到公司了，就这样了，挂了啊。吓到了，不好意思，迟到了啊。亲爱的哥，啊，你手机都拿反了啊！笑什么笑？别笑了，什么好笑的？我在等了你们两个小时，你们客户怎么了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下一次。还真是我带出来的，来站好。你别笑。别笑了，说一下为什么迟到。什么原因啊？那个夏总闹铃没响。你呢？我们闹钟睡着了。你们几个，亲爱的哥，啊，你是什么原因？那个公交车坏了。